好了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在 TU6 测试服中啊开了一周的箱子开出来的新苹果粮合集，都是全新的没有见过的。那么呢，大家都可以猜一下，正式服要干这些狗粮要干多久呢？那么呢，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在测试服干完的设计图。当然呢，除了两个，一个是战地考察的 MGU， 还有个是莫名其妙消失的王牌的护膝。那么呢，我们来先大致看一下啊。这次新增了很多设计图，你可以看到这些图标都特别醒目啊，可以看得到一个大大的面具啊显示在我面前。那么呢，待会展示完这些设计图了之后呢，我再展示那些狗粮的合集啊。